大家好，我是天狼。今天我来到了我们这个乔木绣球我们治愈的展示棚里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些是各式各样的我们治愈的乔木绣球。那么有花友说乔木绣球长得都很像，花色花型确实都可能差不多，但是你仔细看，我们这些还是有明显不一样的，有的平一点，有的尖一点，有的圆球状。那么另外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色彩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就是浅粉色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然后这个花球还大。告诉大家一个特点，这个乔木绣球啊，它开花的时候它是有很浓的香气，很好闻。那么还有它的花瓣的大小，像这个花瓣比较大，一个花瓣差不多有1厘米以上，然后还有花瓣很小的，很细碎的，像小小蝴蝶一样。那么你看我们挑出来这些都有个特点，要不然就是群体效果，你看特别好，花特别整齐的，这样的是我们首选的。那另外的像我边上这样的花瓣极其特别的，那么还有一些长很长的条，像藤本玉菊一样，一个条上面长一小球花的，这种看看能不能变成藤本的乔木绣球，这就是我们治愈的乔木绣球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好，今天到这里，我是天狼，我们下次再见。